刘德华曾经三次入围金马奖最佳男主角，他在第41届以《无间道三》获奖。我都说了，我就自己付钱拿影帝。谢谢金马奖的所有评委，真的谢谢。在台湾也看过你们在这十几年，在这些电影，你们在最低迷的时候，你们怎么样撑过去？现在是我们香港电影最低迷的时候，我也希望我们这一群人能撑过去，跑到跟你们同样的目标。谢谢你们。